首先就是我热烈的欢迎，经过外交部也代表的代表团来到缅甸访问。那么那个缅甸的代表团批过的这些缅甸啊，这个马来西亚，那我今天出家的提出批的就是，好，在缅甸这个局势下，阖下就来到缅甸访问，就是特别好的心情。 所以这边呢，外交阁下也是已经见过好几，那个不光稍微就留意稍微几次来的嘛，然后呢，我差不多压力就有机会。我也相信外长合作。那你这边怎么？然后先换一个这边吧。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我方的代表团，这位是叶文中介。这位是吴丹水，他是外交部部长。吴丹水。哦，那位是库库兰，库库兰，他是国防委办公室部长。那么今天朱建伟，谢谢。哦，我们下见面的时候，我也相信能跟上。这个路啊，已经好了。马比瓦没办的，那就是咱们这个嘛，像那些级别，咱们是平民。 中缅联合批一些嘛，印度、缅、台湾、印度、看到的，咱们批错过，那个批，干嘛看习惯？中缅联合的合作已经有全球，中缅联合已经定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。2020年，习近平主席来到缅甸之后，中缅联合定下了我们今天的会谈能实现巩固我们中缅联合合作。这个就是完全交流了，看到。 我再次热烈的欢迎阁下来到缅甸。第一场，首先跟司令、主席阁下，我们转达亲情。今天我平静来讲，面对缅甸来讲，我他们的今天被困压，现在被王大王打批给罢了。不然嘛，我说你呢？今天啊，就等到今天是习近平呢，忘记就今天是李强噶，随着我给他解释过去。 这个呢，确实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也是老朋友。多年来，你始终坚定了一个中缅的友好，而且呢，这个积极支持中缅构建民主共体的建设。那么，加强中国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来牢固的互信和友谊，为中缅。 包括叙利亚付出了突出的贡献，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。随着乌克兰的对面，也没好水好，也没刚水刚批给巴勒，批给的地方面子，批给的，随着乌克兰的对面嘛，没水平积极，也和三一红的都在目过的突加的，看看那方面给巴勒，又批给巴勒。及时，同时也是支援中缅好的中间的力量，我们。 两军之间也建立起来相互支持、相互支持的这种牢固的友谊，缅甸军方付出不懈的努力，同样给高度的评价。那么，大部分也国家会听听，给的也集中，应该做的罢了。我为他接我上，我阿妈来，我阿妈都搞的，对面嘛，被水利体系，也连五毛钱也付不过的，也记得看看他阿七八了，就罢了。 中国对于友好政策一以贯之，维护国家的独立、主权、统一和领土完整。对内，对内，刚刚别忙那个，我嘛，进行一年的话，大概在三个嘛，新兴的地区去办的，就那个来，今年的考，今年来，第五批个，别忙那个，你陆大爷，我们坚决支持，司令下令，国家安全。